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迷你世界？千万别和陌生人玩游戏的事情。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迷你世界中别和陌生人玩游戏的秘密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一不小心弹出一个提示，叮叮叮，谁谁谁在邀请你一起玩游戏。特别是那些没有皮肤用着卡卡和妮妮的人邀请你玩游戏，大家千万别同意。兄弟们，我让大家别拒绝和陌生人玩游戏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众所周知，邀请功能是老官方专门建立我们和朋友用的。如果有一个人陌生人邀请你一起玩游戏，大家千万别同意。特别是卡卡和妮妮，今天啊，我发现了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事情，就是啊，我拒绝了一个妮妮的邀请，但是我记住了她的名字。伙伴们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后来我想着去搜索一下她，结果我发现无论怎么搜索都找不到这个人。所以游戏中你千万别和陌生人玩游戏，因为那些人有可能是不存在的人啊。